賈靜雯注意，修杰楷遭师奶粉絲偷襲熊抱。修杰楷和安娜担任环保大使，一日出席2018世界地球日路跑减速运动活动，主持人胡瓜、玛利亚、谢欣等人也应邀出席。胡瓜还为了准备路跑，特地和丁柔安到过小操场练习。喜好运动的修杰楷因身体状况无法路跑，但他凌晨3点就为活动准备。不过活动进行时，修杰楷在拍照中遭到妈妈粉丝熊抱，让修杰楷吓了一跳，颇有师奶杀手魅力。